靠北啊，这个 也来切林老师哎、欸，不行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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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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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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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北北湖啊？哦，啊，来吧。其实小美1.5倍就够了，1.5倍就够了。这边杂猪消多一点了。可以看到，我用这么稳定的队伍都还是有风险哦。各位可以评估一下，到底要不要结成就了。成就是很诱人啊，我花的是时间啊，石头差不多啊，反正都已经抽一张卡了，差不多是大概是那样的概念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直球我有看到了。叠出啊！第二只鸡，加油加油！如果要刷的话，我建议是刷两只啊，两只就够用了。我现在是啊，执着在成就这件事上面。这太故意了吧！那木柱还没跌到哦，木柱没跌到，好吧，木柱没跌到就算了。关卡真的好难。Oh my god！干这两个这种卡这种猪实在有点过分哎！我觉得这种排法超鸡巴的好不好？你知道人家削哪一颗啊？一般人怎么削啊？我说真的，那个迪亚布罗就是我用来撑回复力的啦，所以我只要有信珠就不会去靠背啊，这个傻小啊，每次都用这种的。五颗送给他舒服。边看边打球，火成就。火北改火哀，火北改火哀可以，但是你应该 有解放过。小美换火九女，火九女忘记什么技能嘞、欸，已经开始进入对生活世界刚开始的玩的热情了。多多少少很多游戏都是这样啊，那重点是玩游戏的热情要保持就好了。嗯，我来修剪哦，应该是安尼哦。OK，
减伤88火攻 1.5 倍哦，你是应该是你要吃那两回合吧？这两回合 OK 啊，靠背啊，还有一回合哎，等一下直接把他送走、哦，他妈什么猪都没有，人家火猪你看缺的是不是很夸张？干我几乎消整版哎，我几乎消整版哎，我真的没有好小哎。看一下，神域外技能冲刺嘛，对不对？好像没差，没什么差哎，对我而言，因为十秒转住反而我更危险。这样好不好 ？OK， 让他扫一次巴掌哦。小巴掌，小巴掌，好吃的小巴掌。什么给你感觉就是会顾着好卡、技术和土豪的玩家？我不算土豪啊，所以你看我还 OK 啊。只是你没有花钱，你要花时间。我这样讲了，那我会抽卡，大部分来讲，我是为了要有卡牌可以玩给大家看。不然其实我以前不抽卡、欸、你可以看我以前的实况，我以前弄兽队啊什么之类的，我手抽大圣就不说了、哦。主要我抽卡的目的是玩给大家看的，因为如果我没有那张卡，我没办法示范啊，懂我意思吗？不过我发现干，怎么大家都喜欢看抽卡、啊，好奇怪啊！肚子饿，不止缺五珠，还会断心珠，对啊。就很怪啊，新手超难上手，欸，应该说新手现在玩你大概要养个大概，我想一下啊，新手要养个半年吧，半年应该要，欸，这账号说真的，你现在光地狱你去玩就知道了，新手还真的是要养一下卡，半年吧，我是说不花钱哦，如果花钱哦，干。三个月吧，差不多。肚子饿，好，等一下我来吃宵夜哈。肚子饿就我来吃宵夜这样。应该不会刚讲说断新珠现在就断了吧？应该是不会啦哈。我自己留一组新珠。对、啊，以免断珠哈、哦，我们自己留珠哈、哦，我自己留总该可以了吧？没有最少200等，别想玩了。其实卡牌也是啊，哦，拍谁？干 CD 二了，我错解你尿嘞！对不起，刚有没有被我吓到？七八，干每次忘记这一关，他不是 CD 那个。我他那年的，我刚刚以为他干，一直抽就不平秒。不，百姓的观点很简单，就是三到五 combo， 因为 combo 数字大家都一样。那有没有那张卡牌？说真的，你有钱不一定抽到某些卡牌。有看过几百抽不到他要那张的哦。哦，所以抽卡基本上钱是一件事没错，可是运气也很重要啊。那、啊、如果你没个运气没办法，但是哎转租实力大家靠。我说我平民三到五，你干你能转的比我还烂，那你来找我，你来找我，我看看你转的多烂，然后可以通过什么关卡，懂吗？就是我教你的是用最简单的方式通过最难的关卡，啊，除非你有办法比我更简单了、啊，当然是这样说了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氛围哦。一样、哦，减伤你要继续维持哦，不然说真的平民的卡，我们讲平民的卡哦，见仁见智啊。大家观点不同，有的人讲说，欸，路西法、啊，然后什么萨鲁曼啊，什么不平民，靠，可是他打得到欸，那到底算不算平民？有些时候大家在争论这个，我也很懒得争啊，因为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啊。被我吓醒了，对不起，刚手抖一下，我岔解啊，对啊，我说岔解你啊。哦，对，在我这个台你还可以看到一个就是。
最贴近人心 的一个台哦。对，就是基本上我发生过，你们应该有可能都发生过。哦，手残啊，然后干没天降啊，反正什么鬼，我看应该都遇得到、啊。没有卡牌就玩不到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，要看你的卡牌，要善用手中卡牌。就像我刚才地狱打的那个关卡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啦。如果你有看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 MOD 哦。我地狱打的关卡是，等一下再看哦。感现在转租户可能会分心，因为有的人他没有千千，他没办法破防，他不知道怎么打。哦，那我刚刚是示范没有千千的队伍哦。哦，就是哦，头尾魔三妖精啊，头尾魔三妖精的。啊，他没有千千哦，他还没有千千哦，干哦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用木游侠干帮忙弄撸过去。化解，好像可以直接送走哎、欸，可是技能还没出好哎、欸。新手使用百姓的魔队收集地卡，对啊，没错啊，所以代表你跟很久了。新手打上八风网之后去过多，结果被打脸。新手打的赢八风地狱就不是新手，这句话说的有点道理。哦，我不好小。Elvis， 你还在吗？啊啊！我们请 Elvis 来告诉大家，他用了新手的。200等左右吧，但是那个账号真的没什么在练的。嗯嗯。你吃了几颗石头拿到那一张八风网？哎、欸，十几颗吧。靠，哪有那么少？明明二十几颗。没有啦，20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就那么十几颗，他用石头灌过去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灌过去啊，为什么？用石头洗技能啊，懂吗？所以没有通不过的关卡，只有会不会用卡牌的人，知道吗？对啊，像我，对啊，刚才也过啦、啊，对不对？虽然说也是很感谢大家帮忙，对啊，哎，我说真的啊，大家是帮忙我就过了，哎，对啊，这样就是有他的道理了。所以如果你有来百姓台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们这些以一挡百的观众互动一下，可以跟他们讨论。我必须讲，每个都蛮厉害的，真的，每个都蛮厉害的，没有在好小干。你要什么卡牌有什么卡牌，要什么队伍有什么队伍，干要有多变态有多变态。通常我还没过关，他们都先过关的。就这条是裸子，没错没错。黑圣三魔木妹队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就是刚你刚不是问地狱吗？我刚不是有那个吗？就一样的道理啊。哎、欸、，CDE 哦，哎、欸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。我直接用全体攻击把他带走。有啊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转什么，反正所以八风网就是可以玩的比较轻松一点。啊，如果想打个盹的，可以打个盹哦。我等一下会叫你们起床哦。基本上这是我这一台的那个的特色，台主会叫床，不是叫人家起床。理论上打得到八风网就是干，我就是说用硬灌的、啊。嗯，跳了、啊。好肥啊！怎么这样？直接开八风了，不要跟他客气，等下死掉。亏。哦，谢谢 David 的追随哈、哦。来这一台就对了，没错，因为你可以跟很多很强的人一起讨论游戏。哎、欸，一个比一个还变态，但是，可不可以？有些时候先让我打完再破梗啊，他们都有这个坏习惯，我还没打完就破梗，都把我的绝招都讲出来，因为太强了。对，就有些时候可以，你知道，大智若愚，就假装好像不会的那种感觉嘛。对啊，这样我会有点小确幸，有没有？哦，有些时候真的我会用石头去换哦，像我们以前刚玩神魔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各位是怎样啊，我们是用石头去换卡片的。哎、欸，可以看到我以前打地狱的时候，我是。教大家用最少的石头通关，嘿，对，那时候是
干那种卡牌，你不吃屎是过不了了、啊。太重感情也不好，哎、欸，应该说，凡事过于不及都不好啦，对啦，对啊，像本人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。难得一生好感情，干打什么歌都可以塞进来唱了啊，平民百姓。哦，对了，过于不及都不好了，过于不及都不好。先进关卡，你们进关卡，你们打完了，百姓还在打，你们打完三场，百姓还没打完，这是百姓堂的正常逻辑。对对对对。刚才不是那个谁啊？他已经刷满两张了吗？他那也凶了，刷满两张才跟我讲。哦，感觉应该不会发生刚才的意外了吧？我看一下。我要把这些八分王再洗出来哦。不要天降哦，看你干哈没？应该不用耗那么多时间呢、欸，我觉得直接要直接吗？可是我要水火木光啊、欸，威力可能不够。火灾族，火水，我试试看吧。哎、欸，我这边试试看哦、喔，看看可不可以拿掉。水火木光暗都有 ，OK。OK。我们开一下这个火啊！靠杯啊！下一关附加家族技能装置。有点蠢哎、欸，有点蠢哎、欸，再开一次，反正我回合数多了，好不好？回合数多也不能这样浪费啊！啊，靠呀，刚当作没看到、啊。不会吧？还有两回合哦。靠北啊，这前面要死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两回合无所谓，送他一回合。哎、欸，我干嘛叠珠啊？我在冲他小啊。干，不是啊，我八风王为什么要叠珠啊？对对，叠珠是整理珠子啊，对对对对。赶快一波带走了，好不好？省一只八凤凰的技能。嘿嘿，不能。那我开这只好了。这只技能多少？技能10 ，OK。嗯？为什么那颗溜到下面去啊？没注意到。OK 啊，属于相克啊，直接溜过去啊。今天你在另外一个时光组，变成时光组事后，你家人，事后你家人是说骂你家人吗？我是不知道谁啊，可是如果有骂人家家人是比较不好啊。但是这是我因为我不晓得状况，我只是单单针对如果有提到家人的话，我是不太赞成这样而已啊。家人应该是干你娘还是什么之类的吧？应该不会吧？通常拍实况应该不太会干掉，除了我以外。可是我干掉是乱干掉，我不是针对人，我不是针对人的。附加家族技能从现在马转，
OK， 八梦亏了，不要跟他客气。小美亏了，哎，火乌亏了，是吧？来喽！哦，小美基本上把他 KO 进了，还会留到下一回合、哦。直接脏话问候你家人，真的吗？你可以跟他问一下，是不是他搞不好是无意的啦 ？Maybe 啊 ，I think yeah。有些时候是对不小心那个的，对对，有时候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不知道状况啊，对你跟我讲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、欸、只是因为我不晓得状况，我不会去乱猜啦，因为干。很多人都乱猜呢，至于是谁我就不讲哦，就自己会生故事出来。网络上有些时候，对啊，哎呀，靠北啊！25秒不够我用哎、欸。哦 ，OK 哦。所以我们光环全部消，应该多一点 combo 可以哦，可以撑得住的意思就对了。我在想是把火屋先关掉，那吸第一耶，因为我不急啊，说实在话。不过有些时候我们情绪用语可能就是对啊，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对啊，像我的情绪，对啊，很大啊，那个情绪用语你没有看到嘛？对。哦，水珠留着。哎，不行哎，康博数点还不够。哎，够了够了。问个名字想了解。那个木珠看起来是无解了，这个木珠哦，既然无解，就放水去吧。三颗哦，小姐哦，还得是水珠，哦，这很刺激耶！如果没把握，不要这样转。好悲啊，因为他那个位置太危险了，干我撞上去我就直接 GG 了，所以超小心的。靠悲啊，悲乎！退塔两个账号怎么办呢、啊？就退了再说啊。反正游戏不是只有一个游戏可以玩，很多游戏都可以玩。按强化水木盾，也是 CD 耶。靠，我缺新珠哎。干没火珠是怎样啊？哎干，你再扯一点。哎，我打到这边了，不要玩我好不好？我可以看到我用八风网哦，哦，我送八风网哦，知道我要表达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八风网如果都很难过，你们一般对我是也是很难过的意思哦。你妈的嘞！你缺火珠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好，薪水啊、哦，好，可以薪水，没关系。有人可以这样一直缺火珠的吗？你是要给我魔技是不是？可是我现在我不晓得哎、欸，靠北啊！
我真心觉得很扯哎。终于给出了。把它切开哦，故意增加combo数。我看一下，现在可能还不能急着一波带走，因为等一下需要几关啊？我看一二四关呢，四关都是要强大火力，所以我现在不急着带是这样来的。干你啊，老师哎、欸，妈一直缺火珠是怎样啊？我消整版了哎、欸，啊，不然是要消多少颗啦？你搞个共几颗啊？到底要消几颗？你跟我讲一下。这比扯铃还扯哎、欸，说实在话。朋友玩缺珠吃很多回合数，对啊，我就觉得干 我这样难道还不够那个吗？都消整版了哎、欸，他不会玩打枪电脑，正不要你不能要。雪野，你有没玩？这退塔的话，两个账号可能会卖掉，卖应该不好卖了。等我看一下，暗强化，暗强化，你牛嘞，暗强化。我要说什么？水木，暗强化水木。也没要剩了、啊，靠北啊！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哎、欸。我看，我看，我这样消好了。他打我伤害一二四六八，所以还 OK。木太多哦，消掉。按强化水木盾，就现在这些木哦，火就要多一点。妈呀！按强化，按强化水木盾，干老师、欸，我想一下，我就要开了哎、欸。这关系很大喽。有人说什么？按强化水木盾哦，到底要不要开龙哥？200万应该可以一波带走哎、欸，我都开火屋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再一组，你要走，你要走，哦哦，我想一下、哦，转属攻击同属吸收，好像不是很可怕、欸，300多万而已啊，我用这个，那我靠，然后叫小美把它带到下一回合吧，
靠北不能动了。你要走、哦？小美冰淇淋，小美冰淇淋，收佛。太可怕了，我超害怕了，缩死两秒，少了两秒，有多可怕呢？就开八凤，一直把它弄走啊、哦！准备哈。来吧，到底缩死两秒，平百姓是否能够安稳的度过呢？哎，可以起床了，嘿，对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各位，要起来了吗？最后一关哦，还在睡的可以起来了啊 ，OK 啊，我开始转了、哦，浮石掉落基地不受影响，楼上难不成这句是写假的？浮石掉落基地不受影响，什么意思？不受影响。我说 ，MH 是假的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我觉得有受影响哎、欸。OK，OK，、okay? okay? 应该是 OK 了哈。不用开龙哥。好像我们有小美加持哦，各位最难的来了，光暗盾，手削进水火，要叠珠啊，来，好悲啊，有点难了，准备好，少两秒，到底两秒对百姓有没有影响？来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水火木，哇，看好像我先看一下。不好转哎、欸。哇操，有点刺激。中间切一半，我知道中间切一半，可是我不太习惯，我习惯用叠珠的。中间切一半哦，我想一下，不然我这次改用切一半好不好？好，请观众投票，要看叠珠请按一，要切一半请按二，叠珠一切一半二，叠珠一切一半二，叠珠一 ，Elvis 说一，切一半二哦，切一半二哦。要看不一样就按二哦。要看不一样要按二哦，知道吗？看怎么一半一半的、啊，一半一半的、欸，一半一半哦。好了，一半一半，我这是切二了，我这是切二，我这是用二了。基本上也不算太难齁，上二下二，上二下二，上二下二，中间光跟暗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好，那我来切咯。靠北啊，这个也来切林老师哎、欸，不行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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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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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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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北北呼啊？哦，错者惊死干，哎、欸，秒数真的不太够哎、欸，他妈妈的，我操，想不到啊，少两秒还是有差的呢哦。欧啦欧啦欧啦 K 哦，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。看，我刚才来不及写。